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。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，到后来才发现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蜜。那个放我下来吧。谢谢。不用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去拿衣服。不走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有备无患，是我挑的秘书。小鹦鹉，你这些招数我都见惯了。走吧。陆总，我们这款产品上个月市场反应非常之好，在业界中销量也稳居第一啊。然后呢？啊，什么？这周连锁店开发部的热点，咖啡市场的持续升温和餐饮企业加速入驻饮食菜，刚上市的产品畅销理所应当。我问的是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？我们是打算为独居的年轻白领他们的这种家居产品，这些实用性、观赏性以及性价比都符合年轻人的需求。年轻人确实都是这么想的吗？是的。还有数据都准备好了吧？数据目前收纳家纺厨房用品是年轻人集中消费的前三名家居产品，零零后的独居者还不算多，但是他们对独居的生活充满了向往，会是未来的生力军。他们逐步迈入了公司的管理层，有消费财力，也有消费欲望。现在的年轻人中，零零后重灯效，九五后重体感，九零后重大件，而八零和八五后更持家。你应该多学习。好，好，好。感谢顾总百忙之中亲自前来视察，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认真改进。不只是按我的要求，你们自己也要有高标准、高要求，好吧？是是是是是是。哎，顾总慢走，顾总慢走，慢走慢走。顾总，你真是目光精准，行事果断。他们今天经您一提点，那日后工作肯定做得更出色。你说的没错。顾总，怎么了？周秘书。嗯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比如呢？比如。有没有被我刚刚雷厉风行、慧眼如炬的态度所折服？在第一家家具公司选推广方案的时候，你明显有一分钟的犹豫；
在发现化妆品销售额远没有达到去年预计的时候，在对方经理一顿夸张的赞美之后，你收回了原本要批评的话。作为一个世界500强企业分区的总经理，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停车！是你自己非要问我的。无所谓，反正我要报销。我做的还不够完美吗？谁做决定不需要思考一下？我那可是用我最完美的大脑算出最佳的结果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你有被嫌弃的一天。我知道，一定是我太完美，太有魅力了。他只有反着说才能引起我的注意。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说的是事实？嗯，你是说有人比我做得更好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。可能有人比我做得更完美。拜拜。到底怎么样才能穿越回去？我总不能一直给别人当秘书吧？你是不是对我很不满？我没有。我就知道，像我这么完美的人，怎么可能？作为总经理，你确实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。你说，有人比我做得更完美？谁？谁？如果我有机会跟你公平竞争这个位置的话，总经理未必会是你的。我一定让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具备优秀企业领导者所有品质的人。我也是。好，很好。我一定让你知道我有多优秀，优秀到你根本就无法超越在任何方面。如果我输了，这个总经理，我让给你。乐意奉陪。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？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？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